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世界各地净宗同修们，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今天又是我们澳洲净宗学院历年所举办先师长上护法尊师佛法讲座。这次因缘也非常殊胜，不但有追思活动，3月6号又是庆祝我们尊敬的净宗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弘法60周年。我们一生很感恩净宗导师发露的恩德，从诸法心一直到现今，秉持的导师供大德教诲，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就是一部《大乘无量寿经》，一句万德洪名，阿弥陀佛圣号了。这部经功德不可思议，就像净宗二祖善导大师开示：“万修万能俊。”一个都不漏，一个念佛，一个往生西方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像48大愿所讲，定成正觉，决定在自己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极果，无上菩提。2个念佛，2尊佛出世，100个、1000个、1万个，能够真正依照净宗理念修行的方法，从初发心坚持到临命终，哪一个人不当生成就呢？所以今天，也是我们净宗学院为世界各地净宗四众弟子汇报自己修学大经的心得，这机缘相当难得啊！如果不是得到十方诸佛如来加持，净宗祖师大德加持，导师冥冥当中的护佑，这样因缘恐怕找不到啊！所以我们非常感恩诸佛如来、祖师大德，还有我们导师的深恩。要知恩，才能够报恩，真正报答恩德，那自己本身一定要认真努力依教修行，在自己一生当中，能够把当生成佛念佛法门尽心尽力介绍给一切众生，让根所众生闻到这个经法，依教奉行，
一生通通成就。今天是佛法讲座第一堂，我们把这几年学习的《无量寿经》重点跟大家做介绍，敬请大众翻开经本第78页。经本第78页第一行，觉证结果第22。阿弥陀佛在因地发了48大愿，愿愿都无比殊胜。这48大愿功德无量无边，本经就是在介绍弥陀本愿功德。当然这一品经也不例外啊，所以品听上告诉我们，决证即果，决是决定，语气非常肯定，正是正德。学佛修行，清凉大师所讲信解行证，对佛的教法我首先要相信，不相信怀疑得不到利益啊。相信之后要理解，解都是从听经闻法所得，有信有解，更重要要修行，把自己所听所解这些教诲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上，最后证得佛在经上所讲真实不虚，境界自己亲证。结果究竟圆满的佛果，无上正等正觉，这就是一切法门修行的终极目标。那么由此可知，这一品经文为我们说明一切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大众、十方诸佛刹土众生，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我们六道凡夫，这些往生菩萨大众都是内断取舍的意念，他们心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心定真正达到清净庄严，就像经上所讲，住在正定之具，实际上是正定当中的正定具，决定在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的菩提，回归常寂光，这才能够圆满阿弥陀佛在因地说发了48大愿，愿愿都是圆满兑现。请看到经文，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众业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父母作作家事，与一切众即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若隐身，若当身，坚信助运正定之君，决定正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隐功？若显定君，见不定君，不能了知见地彼因故。这是本品的经文，经文并不长，但是经中所含藏义理无限的深广。开头经文告诉我们，世尊又告诉阿难尊者，尊者阿难，他是本经上半部的当机者。本经除了阿难尊者当经，下半部则是弥勒菩萨当机的。世尊告诉阿难，那么底下就重要的开示。佛告诉我们，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众业之相啊，彼佛国土，这个彼佛当然正是指西方教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世尊在经上赞叹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光中最极尊贵，佛中之王，诸佛如来智慧德能都是平等。那么世尊赞叹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那么可见的在诸佛如来当中他是第一，超胜诸佛如来。世尊如此赞叹，佛佛道统，一切诸佛如来都共同称扬赞叹西方净土阿弥陀佛。所以彼佛国土正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净土是阿弥陀佛所建立的，他在因地参观考察一切诸佛刹土，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以他的神力把诸佛刹土展现在他面前，让他看得清楚，让他自己摄取清净佛国土，不但看得清楚，佛还为他广宣经法，讲经教学，经过千亿岁，在这千亿岁长时间，逐渐逐渐发了48大愿，最后他用5劫时间建立起诸佛刹土，最近殊胜无比清净佛国土，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净土是阿弥陀佛参观考察诸佛刹土，诸佛刹土优点长处通通摄取，诸佛刹土负面短处的通通不要。那么由此可知，西方极乐世界它是诸佛刹土精华区，是诸佛刹土集大成，我们将来念佛往生净土，你是到一切诸佛刹土当中第一净土，所有诸佛如来常住优点，我们到极乐世界通通具足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啊。
极乐世界它是平等世界，上上品到下下品往生完全平等，那就像经上所讲常如一法，常是永恒不变，一法它是一真法界啊，一真就是不生不灭，一正恶报庄严都是如此。正报主是本是阿弥陀佛，清虚之身无极之体，相好光明无等伦。半是十方诸佛刹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大众，无论是品位如何，即使下下品凡圣同须往生。你看经上告诉我们，皆作阿惟愿至菩萨，圆正三不退，他跟阿弥陀佛的 相好庄严完全平等，他也是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生不灭法性身，一切万物也是一真，也是不生不灭，没有生意变异之相，无衰无变啊。所以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众业之相，我们这世间有白天有晚上，昏暗就是夜晚啦。有火光，晚上没有太阳，有月光，在屋内很暗，点个灯，家家户户灯火通明。这个世间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有早上，有晚上。西方净土没有这种现象啊。西方极乐世界，刚才所讲常如一法，阿弥陀佛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一切往生大众人人都是如此，全身放光啊，不但身上放光，四十八大愿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头顶上有圆光，圆光是常光，全身放光，一切往生菩萨大众身顶兼有光明照耀，跟佛完全相同，一切万物都是珍宝所成就，有一宝，有二宝，有三宝，有七宝，无量珍宝，珍宝本身有光明。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一片光明，它没有太阳月亮，没有星星，也没有什么白天晚上，晚上屋内黑打灯他们不需要。西方净土不但通通是挂放光，珍宝本身有香气，香气普熏西方极的净土，所以西方极的世界又称之为香光庄严。极乐世界确实是不可思议境界啊！亦无顺月解说之名。我们居住的世间有年月，有解送这些分别，这是因为地球月亮太阳有自转，有公转因素造成这种现象的。所以有昼夜，有一年，有一个月一节等，
岁月在迁流，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种现象。西方净土，一真法界，自信圆满流露，在自信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概念，时间空间维持突破，所以不像这世间有岁月结束的名称，极乐世界没有啊，名字都听不到，哪有事实真相啊？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愿文告诉我们，所有往生菩萨大众通通是莲花自然化身，莲花化身就没有我们世间胎生之苦啦。胎生之苦有生苦，婴儿在母亲的肚子里有十个月胎生之苦，出生之后随着岁月流逝有劳苦，心不清净，身上有病，严重是癌症肿瘤。哪一个人能够幸免世末的干扰，生老病死苦，人人都必须要经历过啊。西方净土不需要，各个菩萨是莲花化身，就把我们这世间三苦八苦种种苦恼通通化掉了。终生不像这世间小孩慢慢长大，他不是的，清虚之身，无极之体，金刚那罗延伸，清净相好庄严，跟阿弥陀佛心同一类。阿弥陀佛相好多好，下下宾往生都是如此啊。那么由此可知，一旦我们生到西方净土，不衰老啦。曾经我在道场前几年遇到国内一位南众居士，很辛苦，满头白头发，我们看了之后以为他年纪很大，那么私底下交流我才晓得啊，那是去年，跟我同年啊。我今年49，去年48，不但是同年，比我还小啊。我知道他年纪，看到他容貌是如此，马上合掌跟他说一句话：你辛苦啦，真不容易啊，天天忧虑牵挂操心，为谁辛苦为谁忙，还不是为了全家的经济来源，为自己的妻子儿女操心，忧人使人老，没关系，即使是如此，我们一旦到西方净土，身形容貌跟本尊阿弥陀佛完全相同，阿弥陀佛没有白头发啦。你看三色相里面漏迹相，那个都是头发是黑的。我们女众居士们没有学佛之前，哪一个人不喜欢梳妆打扮？哎呀，参加这个活动这个宴会，我要整理什么发型，那一会弄这个不行，因为这形状也不太好看，每一次都要花不少钱不少时间，年纪大的白头发出现又很难为情，想染发又怕这是有化学作用影响到自己身体，生到西方净土这问题通通解决了。
你看到佛的相好，你看落机相，这头发自然卷啦、啊，你不用去找人烫头发啦，发型通通一样啊。阿弥陀佛，诸佛如来，你看头发是黑的，你不用担心自己用的染发剂有化学成分进入自己头顶，影响自己身体，通通不用担心呐、啊。那么可见的，阿弥陀佛，诸佛如来智慧多么高啊！把我们世间凡夫烦恼忧虑牵挂一概解决掉了，种种的殊胜功德力，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菩萨们真实功德，经时说的百劫千劫万劫也穷不能说尽，不能穷尽啊。所以父母做作家事，总是执着，极乐世界菩萨们对自己所居住的房屋极乐净土称之为宫殿，他心里面绝对没有执着。为什么？大经科注告诉我们，个个都是缘断诸惑啊，见思尘沙烦恼，一切通途法门放见思烦恼啊，断了见思烦恼，真的声闻阿罗汉出六道了，再往上提升，把尘沙烦恼给断掉，证得全教菩萨，没有出世法界，再把无明烦恼放下，无明是起心动念，修行人没有起心动念，当然没有分别执着，不在十法界华藏世界十宝庄严净土发生大事，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定，就是进入不生不灭境界。通途法门修行要无量劫啊，早些年那个时候我在专科院校读书，五专三年级暑假遇到佛法，看到佛经里面讲有六道轮回，又看到佛告诉我们凡夫修行成佛要无量劫，哎呀，那时候看得心灰意冷，学佛目标成佛要出离六道轮回，怎么修行成就要无量劫，修到哪一劫哪一世啊？不到半年遇到导师讲无量寿经，讲净宗念佛法门，这个法门一生成佛，往生到西方极乐净土，下下品往生菩萨大众，见是尘沙无明，一断一切断啊。在哪里断？阿弥陀佛很有智慧，甚小方便，四十八大愿加持，佛来接我们时候带着莲花，莲花上有我们自己名字，我们世间所讲对号入座，你见到莲花上有自己名字，你就欢喜，我往生成佛机缘到了，你就上去了。所以不要常常改名啊，你常常改名，认为自己的名字不好，运不好，常常改，改来改去，到底极乐世界莲花哪一朵是你的啊？
不好啊，台中林炳南老教授曾经给我们开示过，学佛修行无非是要改心呐、你心改，从前心地不清净，心行不善，现在心善行善念善，身口意三业都清净都善，你无论到哪地方都是风水宝地，家庭六合敬，行善积德，一生决定过着幸福美满生活啊！因此，佛来接引我们进入莲花林，莲苞林得到四十八大人加持，转八世成四智。八世是六道凡夫一逆生，四智是佛的究竟圆满智慧。莲花一开，花开见佛往生，见到阿弥陀佛，恭喜你，你也成佛了。如果没有成佛，你见不了佛啊。不但自己成佛，也跟阿弥陀佛一样，弥陀佛光寿无量无边，我们到西方净土，自己寿命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进入不生不灭境界，见思尘沙无明通通没有，你当下就是法身大士。不但是法身大士，而且是法身菩萨阶位当中最高等觉菩萨，后不逢究竟必至一生不处。哪一个法门有这么讲？没有啊。哪一部经典有这么说？找不到。即使在诸佛刹土里也没有这么现象啊，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不可思议啊，超胜不妙。不但这些菩萨们不执着家世之相，他们天天听经闻法，听本师阿弥陀佛在大讲堂讲经说法。我们在这个世间，你看每一年我们全球净宗四众弟子有机缘来到我们澳洲净宗学院，人数还是有限的，一年目前聚会只有一次，将来我们升到西方净土那不得了，阿弥陀佛大讲堂，因为西方净土是称信，这大讲堂凡夫思维想象达不到啊，所有往生菩萨大众从上上品念佛往生十报庄严净土，到下下品翻身同居度念佛往生，通通集中在七宝大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这个机缘去哪里找啊？不但亲近本师阿弥陀佛，一念情能够遍供诸佛刹土去供奉，以香花开供养诸佛如来，奉还有弟子菩萨众供佛供菩萨，听诸佛如来讲经说法，天天都是福慧双修。在西方净土离开弥陀佛大讲堂，你无论到哪地方听经闻法不间断啊。我们这世间为什么学佛修行功夫不得力，进得少退得多，六根接触到外面境界，让自己起心动念产生烦恼，顺心容易起贪爱贪念啊，
不顺心嗔恚心，不高兴啊，见人之善不知道如己之善，嫉妒障碍批评毁谤，见人之恶不知道如己之恶，那么造谣生事，造作三毒孽，太严重了。西方净土不但正报是第一殊胜，依报环境那个地方有阿弥陀佛威神变化所做的重量，弥陀经上告诉我们，白鹤孔雀鹦鹉射灵家灵平且共鸣之鸟，我们无论到哪地方你能够听闻佛法，其保持八功德水，保持为我们宣说妙法，让往生菩萨大众闻佛法声声，听到念三宝音声，听到般若蜜声，大乘菩萨法音，微风吹的宝树，这个宝树枝条跟枝条之间碰撞，果实跟果实之间碰撞，你看经上告诉我们所发出音声之美，就像我们世间交响乐一样非常好听啊，为往生大众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声，小乘根性念佛往生，他生到西方净土，他喜欢听小乘经典，听到的法音就是小乘的法音。大乘修行者念佛往生西方，他听到就是大乘的法音。我们今天遵照总师大的教诲，一部《量寿经》，一句佛号，这部经古大的赞叹，它不但是大乘经，它超过华严法华，是华严奥藏法华密水，华严经深奥义理，法华经的精髓通通在本经当中。那么这部经不就是华严当中的华严经，法华当中法华经，是华严的归宿。华严经是总师大的公认，世尊一代十教当中代表全体的第一经，那么华严归到这部经，本经不就是第一当中定经吗？大乘当中的大乘经，一乘当中一乘，华严法华是圆教大法，那么这部经是华严法华归宿，那不就是圆教当中的圆教，极远之教啊。由此可知，我们天天读《量寿经》，天天听《大乘无量寿经》，那么将来我们往生西方净土所听到的法音，我还是喜欢听《无量寿经》好啊。同参道友也念佛往生，他是老兄，他住的无量寿经很熟，也天天听大经课注，他将来往生到西方净土，他喜欢听大经课注，我们同在身边，我听到是无量寿经，他听到是大经课注，听的法音虽然不太一样，实际上通通是一部经啊。随个人喜好，顺心所欲，所听到都是自己所喜欢的法音，
这是阿弥陀佛恩深加持。所以极乐世界菩萨们人人心清净，不再随着烦恼习气所束缚，不再随着外面境界所转，他心里面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对于自己居住的宫殿楼阁再也没有执着的念头啊！与一切处尽无标示名号，亦无群舍分别。标示名号，标是标志，名是名称，号是号码。就像我们这世间啊，我们在土翁坊这个城市，前面大马路是西街，有门牌号码57号，这是世间相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些啊，那么没有这些街道门牌号码，到极乐净土，我想看看我找哪一个往生的菩萨大众，那怎么办呢？他到底住在哪个地方啊？极乐净土，无论什么品位，上上品到下下品，通通得到48大人加持，本愿加持，自信本能恢复，天眼洞视，天耳测听，他心辨真，宿命通，神足通，恢复的程度几乎是跟本身阿弥陀佛差不多啊。因此我们心里想啊，见见哪个同参道友，念头一动你就见到，不但见到，化身到达他的面前，面对面就可以谈话了。神通道力不可思议，真正是感应道交。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再大也没有距离，不但在西方净土没有距离，即使到净虚空变法界诸佛刹土也没有距离，一念就到了。诸佛刹土不离开自信，自信能生能现，西方极乐世界跟诸佛刹土也自信所变现。那么既然是自信所变现，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由此可知，升到西方极乐净土，你同时升到诸佛刹土，见到本尊阿弥陀佛，我们也同时见到诸佛如来呀。我们在这世间哪有可能，不要说见到诸佛如来菩萨，连见到一尊正的出果须陀洹圣者，你咋打着灯笼去找都找不到啊，不肯跟我们讲啊。西方极乐净土这些佛菩萨圣者人数太多，数都数不尽，帮助我们修行成就，回归自信，无论人事物质方面，在诸佛刹土当中都是第一殊胜庄严，亦无群舍分别。这些菩萨众圆正三不退，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原教初住菩萨就证得，但是往生西方净土不仅是三不退，圆正圆满证得。圆满证得，广大的告诉我们，原教七地菩萨以上，那么七地以上至少是8地，严格来讲
是灯觉菩萨后不逢，跟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并肩等齐，这个境界果报不可思议呀！凡夫烦恼习气没断，我们只是念几天佛，《弥陀经》所讲“若一日绕堕情日”，念几年佛？你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记》里面，三年、五年，遇事十次，功夫比较差一等。我们从出发心坚持到临终，佛乃接引往生西方，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到佛力加持，境界那是跟法身大士一样，从六道欲力身直接转成佛菩萨欲力身。不但如此，在等觉法身大士阶位是最高，等觉菩萨阶位几乎快靠近常住极光，回归自信，证得究竟圆满佛果，已经很接近了，一生决定成就啊！所以菩萨众，他们用理事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还用理事见，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通通没有。明心见性，法身大士，证得尽虚空变法界，跟自己是一体，融合为一。他们在一切境界当中，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极乐世界菩萨们，人人都是如此，而为受清净最上快乐啊！西方净土，就像《弥陀经》上所讲，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我们这世间真苦啊，学生时代要读书，早上吃早餐完之后赶紧到学校去上学，上到四五点，专课时候偶尔三四点下课还蛮高兴，但是都不容易的。回到家里，我记得有一次想读读经，好像是读《金刚经》，那是刚接触到佛法，还没有接触到《无量寿经》，我就盘腿在自己床上读，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醒来之后才知道刚才已经睡着了，入了睡眠三昧啊，不容易啊。西方净土不用那么辛苦，所有往生菩萨大众都能够享受到清净自在最上快乐。那个地方最其清净，是阿弥陀佛自信功德所成就，也是一切诸佛刹土念佛往生大众清净心感得清净佛国土，天天都是法喜充满呐、啊，听经闻法，亲近阿弥陀佛，亲近诸佛如来，还有诸上善人可以请教。我们听经闻法，哪地方不懂，有时候不好意思请教阿弥陀佛，你可以请教观世音菩萨嘛，请教大势至菩萨，通通是我们善知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真正达到人生最高享受的登峰造极，我们这世间永远找不到啊。为什么常生烦恼？因为我们少听经嘛。听经的时候很欢喜，你不听经，听
听经闻法间断，接触到外面人事环境，就起心动念，又分别执着，造成自己修行功夫不得力。如果不把自己修行功夫能够提升，我们还长生烦恼，临终就不得了啊！临命终手忙脚乱，佛号提不起来，那就像台中李炳南老教授所开示，该怎么生死就怎么生死，该怎么轮回，我虽然天天在读经听经念佛，没有真正依教修行，我一口气不来，依旧搞六道轮回啦。这就是说明导师讲经的时候常常开示，末法时期万修难得一个往生道理在此地，因此我们想万修万能去，一个都不漏，一定要读诵听经，更要把佛的教诲落实在生活当中，因教修行，哪一个一生不得生西方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隐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自具。本经所讲善男子善女人有绝对的标准，必须要记住世尊在观经里面所讲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人天福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想真正念佛往生西方，要尽孝道，要尊师重道，依教奉行，要慈悲心，戒杀素食，要修十善业。生善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是业，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情语，不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了。心中要放下贪嗔痴慢，保持心地清净，第一条是根本，是基础。有这个基础，往上提升，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那么由此可知，戒律是建立在敬业三福第一福的基础。没有慈悲心，不修十善业道，不懂得孝亲尊师，依教奉行，持戒是有名无实啊，烦恼习气依然很重，哪有持戒啊。第二福是人天福，小乘福，有两福的基础，往上提升是菩萨大乘福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具足这三福的根基，那就是本经所讲善男子善女人，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永远不会堕在三恶道啊。圆正三不退，一生决定圆满成就。这样的善根的男子女人，佛告诉我们，若一生他已经念佛往生净土。就像谁呢，2013年我们中国河南来佛寺上海下仙老和尚啊，常常看到老法师的德相，
提醒自己，应尽阿弥陀佛能够成佛，常念不绝则得道解。这念最根本最主要是念阿弥陀佛啊，读经只是辅助，我们自己信心不够，还有怀疑，还有妄念杂念心不定，多读无量寿经。但是最重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条件，专念阿弥陀佛啊。去年我在国内将近快五个月，到上海，上海一位老菩萨跟我护法同学讲啊，你赶快请问法师一个问题。他最近在国内听某个居士讲，单念阿弥陀佛名号不能往生，一定要念无量寿经啊。我听到这个话，我们心里清楚，这位居士讲无量寿经，他是赞叹无量寿经，劝导大众读无量寿经，这是好事。但是他的理念，他解没有圆融，没有圆解，只有对的一半，对的一半。我们就跟老菩萨跟大众汇报，阿弥陀佛以他的佛名兼引十方诸佛刹土往生西方净土，是以他的名号阿弥陀佛十念并生。这念是念佛啊，一生专修净土，不是专修净土，修学些大乘法门显教密教都行，乃至于是善人恶人造作忤逆十恶都不要紧，临终一口气快断，忏悔念佛，一念十念阿弥陀佛，一定摄受坚引到西方净土，通通成就，是以他的名号阿弥陀佛啊。佛才是大慈大悲呀，所以十念必生，这念是念阿弥陀佛。如果这十念念是念无量寿经，我感觉阿弥陀佛就不慈悲呀。你看这几年来，我也曾经帮不少同修们临终助念，我没有看到一个人临终是无疾而终，不生病走的没有，通通躺在病床上，有些还得到癌症重病，连自己翻身都不可能，家亲眷属同参道友帮他翻翻身，推拿推拿，我们想想他还有精神体力捧着无量寿经，法会慎重第一，如是我闻亦是佛在王舍城，没有啊。读着读着体力精神都不够，连捧经书的体力都没有，他怎么读经，怎么读一部？所以临终一念十念，这念是念阿弥陀佛。我们决定依照善知识，我们净宗导师上净下供老和尚教诲，一家之言可不要道听途说啊。我们将近今年是20年，去年是19年，每年几乎到国内，到国内之后跟大家介绍无量寿经，介绍大经科注，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劝勉世众同修们专听导师讲科注。一位老师指一条路，你就一门深入，一位老师依教奉行，你就不是走上成佛之道了吗？
你这个听，导师教诲听，哎呀，这个某个同修法师讲，当然他讲的如理如法，跟导师净宗思想理念相应，我们欢喜赞叹护持。但是我们要晓得，如果他讲的当中十句有一句有问题，就像这修行关键转运怎么办？你听完之后你的信心丧失掉，心不定，哎，来问法师，法师到底我能不能往生啊？我跟老菩萨讲，你老老实实一句佛号念到底，你决定往生做佛啦。谁做证明？上海下仙老和尚就最有力的证明嘛。前几年导师在讲科众还有大经科作学习班，一再公推贤公和尚佛门榜样，我们全球四众弟子也一直在听说一教奉行。那么听到这些不同的言论，你自知难有真实智慧，就把这问题解决掉了嘛。行宫老和尚不认识字，没文化，如果说一定要读经才能够往生西方，行宫老和尚一句佛号明心见性，下下根用持名念佛的方法也变成上上根，极凡成圣。六道凡夫虽然业障习气重不要紧，老实听话真干真念，从功夫成片保证往生，提升到四因心，升到西方净土方便有净土，再往上提升达到离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将来得生净土是在十报庄严净土，你回归常寂光时间大幅度的缩短了。怎么成就？一句阿弥陀佛，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老菩萨听了之后，哎呀，总算可以面带笑容啊，你能够法喜充满啊。我们一生一句阿弥陀佛名号，没有走弯路，你走对了。你能够绵绵密密佛号不中断，那就是当生你这一生决定念佛往生成佛啦。生到西方净土，人人都是注意正定之句，通通安住在正定句。句是一类，世尊将众生根性归纳为三大类，也就是三句。所谓正定句、邪定句、不定句。正定句，这是告诉我们无论他修学什么法门啊，禅宗密教显教，他所依据的理论方法完全正确，他能够如理如法修行，他终究能够正果，至少小乘阿罗汉圣者啊，初六道啊。大乘就是菩萨，就是明心见性。邪定句，他所依据的理论方法是错误，邪知邪见呐。楞严经上佛告诉我们，末法时期行师说法如恒河沙，确实是如此啊。曾经我在前几年雪林，我姑丈往生，我姑姑请我帮姑丈啊做告别式，啊，一亲二亲，
还有满期的时候我也下去了，自己开车下去啊，早上大概5点出发，当晚大概7点半左右到达雪梨。然后去了几次，最后一次要回到图翁堡时候，到阿德雷德，那没有进中道场。啊，讲完课之后，隔天我们跟同修，他们想看看当地的唐人街，啊，刚好路过，啊，我们就进去稍微走一下，走到当中，哎，远远我看到一个佛教文化。啊，提倡素食，哎呦，觉得蛮不错的，还能够在国外看到佛教的标志，又提倡素食，哎呀，感觉蛮相应的。再往下一看，哦，呆了，那不是佛教啊，那是邪教啊。好在我一句话都没说，当时。有3位年轻的，他们是站着，有桌子，有结缘品，啊，看到法师来还不错，他们还恭恭敬敬的跟我一问讯，啊，他们问讯，我也合掌跟他问讯，他没说话，我给他回话，供养他们，阿弥陀佛，说完我就走了，一句话其他的都不能说啊。如果你在这关键时刻看到这些书籍不如法，啊，这边说那边说批评人家，你在这环境说这些话不好啊，那不是给人家拆台吗？众生因缘不同，得到果报就不一样啊。善导大师所开示3倍9品重在因缘不同，很可惜，邪定俊呀，遇到了是邪知邪见，现有外力不是他自己本身亲证的境界，不是自信本能，我们所讲魔力鬼通乃影响大众终极目标，搞个人名闻利养啊，一忙一忙相牵入火坑，将来这些是堕地狱，跟着他学的这些学生通通一起走，哎，老师你在前面好啊，我们跟着啊，通通下去啦。很可惜呀，他们以为这是佛教，这哪是佛教啊，善根福德浅薄，定三类是不定聚，不定聚，就跟他一生遇到的缘，他遇到是正定聚的经缘，啊，跟着如理如法修行的法师居士依教奉行，他一生成就了。他如果遇到是邪知邪见，搞明文力呀，他懵懵懂懂，把邪教当作正教，他一生不可能成功的。这些在佛教里面，我们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到啊，升到西方极的净土，佛告诉我们，皆须注意正定之具，皆是东。不但修行正果，小乘声闻阿罗汉。出6道生死轮回，大乘菩萨境界更高，升到西方极乐净土，不是证得声闻果，证得菩萨果，证得明心见性法身大事，还超越，不在10宝庄严净土，完全在一生当中回归常寂光，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那是正定当中的正定聚呀，没有比这个果位更高，下下品往生都能够亲证这个境界，
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所以本经后面告诉我们，若中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十方世界有情众生，上至等觉菩萨，下至阿鼻利众生，我们四众弟子也在这范围含摄当中。若诸有情当作佛，想作佛，在一切修行法门当中成佛要无量劫，我能够遇到持名念佛法门，遇到这部无量寿经，天天读诵依教奉行，念阿弥陀佛求愿往生净土，佛告诉我们这种修持远远超过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真的等觉后不逢，最后回归常寂光，证得法身如来，用什么方法？一句阿弥陀佛。我们现在是六道凡夫嘛，不要说真的法身，连真的出果须陀洹远远都沾不上边呐，很遥远很遥远呐。但是我也遇到这个法门，文殊普贤遇到这个法门，心愿持名往生净土成佛。我虽然是六道凡夫，业力深重，这个法门我也遇到，我也肯相信肯依教奉行，于是因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到极乐世界也是一生作佛，跟文殊普贤，跟许许多多往生菩萨大众，将来果位完全平等。普贤文殊菩萨看到我们都给我们点赞啊，你太有智慧了，文殊菩萨念佛成佛，文殊菩萨智慧第一，你能够选择这个法门，你智慧跟文殊菩萨完全一样，住在真实智慧。没有真实智慧，我们在无量无边法门里，你不可能选择持名念佛法门。你会认为念阿弥陀佛这没什么啊，你看这阿公阿婆老菩萨身上都带串108颗念珠啊，天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面带微笑。你问他什么经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骂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不知道这个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天天听经，天天读经，终极目标就是要学这些乡下阿公阿婆面带笑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顺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逆境人家批评造谣生事诽谤，面带微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才知道这些老菩萨念佛的功德。我们许许多多净宗四众弟子望尘莫及呀，更何况这些上根福德浅薄，认为这个法门是老太婆教，他轻视，他学这些大经大论，学理论，学性相，讲得头头是道，讲到后来一口气不来，搞六道轮回呀。远远不如这些老实念佛人，你看他什么都不懂，人家一心一专念阿弥陀佛，他就一个心，我这一生要往生见佛，这个心就是三辈往生品所讲的无上菩提心啊。从早到晚108颗念珠一句一句念下去，一个方向西方净土，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虽然这些老菩萨好像什么都不懂，什么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搞不清楚，人家真正做到了，我们还不是，搞得好像有点清楚，
没有精进念佛，还跟人家打闲岔，还有怀疑，还有间断，想想功夫怎么能够成就啊？所以，我们一旦在生活当中见到这些老老实实念佛人，马上要提起关照，你赶快念佛啊！大善根者能够念佛，念阿弥陀佛，具足无量无边的善根。念阿弥陀佛，在平时无量无边的大功德，身上有疾病，感觉到自己业障习气重，念阿弥陀佛嘛。你看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你有看到阿弥陀佛腰酸背痛啊，哪里不舒服，还看中医，还西医，还扎针，还指压按摩，没有啊。阿弥陀佛是无上大医王，我们亲近世间的医生吃医药，对我们身上疾病帮助有限，你能够亲近大医王念阿弥陀佛，你看香阳师经所讲终罪消灭，过去今生许许多多罪障，因为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消除得干干净净。为什么？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嘛，弥陀名号是我们圆满性的，念念阿弥陀佛不就念念恢复自信，自信里清净不染，自信一尘不染，这一些妄念杂想罪障通通不存在，一句阿弥陀佛就成佛了。所以生到西方净土，决定证愿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一切法门终极目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无上正等正觉，现在话所讲就是成佛成就究竟圆满智慧德能，过去未来现在此界他方，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样智慧才是真正的究竟圆满自信本人。换句话说，念阿弥陀佛一旦升到西方净土，自信本人智慧神通道力才艺福报通通圆满现前，一句阿弥陀佛。所以底下经文是本品的重点和引故，若邪定句即不定句，不能了知见立必因故。佛告诉我们为什么若邪定句，遇到了邪知邪见的人，他所依据的理论方法错误，还有不定句，这两类众生善根福德浅薄，他对净宗大业往生，往生不对成佛奇妙因果，他不能了知啊，他不能明了，听到之后他怀疑不相信，那么甚至要批评毁谤。经上告诉我们，皆从恶道中来，众殃未尽，未当度脱。所以这些众生他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啊，过去生当中刚从三恶道起来得到人生，他的恶业习气重，听到善法不欢喜生烦恼，批评毁谤，听到恶法跟那业习相应，他欢喜他高兴，
善根福德浅薄，因此，邪定聚跟不定聚的人，他们不能够明了敬重念佛法门殊胜的因果啊。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念阿弥陀佛是因，弥陀名号大经科注告诉我们是究竟过觉，是一切诸佛如来成佛之道。世尊在五浊恶世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阿弥陀佛啊！诸佛如来亦复如是，佛佛道同，尊阿弥陀佛，又称为法界藏身佛。我们今天遇到《无量寿经》这个法门，就是介绍持名念佛法门，念阿弥陀佛，直接从佛果地上修。佛果地就是究竟果觉，就是圆满性德，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从果起修这个法门，叫我们专念阿弥陀佛，直接从佛果地上修。它不像一切法门修因正果没有那么麻烦，不花费无量劫时间修行，不花费三大阿僧祇劫下下品往生净土，通通一生成就，当生成佛。所以本品经文世尊又告诉阿难尊者，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土里没有夜晚，没有灯火，没有日月星星光明，还有白天晚上现象，也没有像我们这世间还有年月结束的名称分别，没有对家事执着之相，极乐世界一切处也没有标志名号号码，极乐世界往生菩萨大众心里面没有取舍分别念头，用力四相四见，只有享受清净自在无比的快乐。如果有具足十善，具足敬业三福的善男子善女人，已经往生净土，或者这一生发愿往生西方，都能够安住在正定之境，一生当中决定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佛告诉我们为什么呢？因为邪定聚跟不定聚之人，他们对念佛大业往生，不对成佛的奇妙因果，他们不能相信，不能接受，不能明了，不能鉴定。所以这些众生他们即使遇到佛法，那是邪法，一口气不来，依然是搞六道生死轮回，相当可惜。我们敬宗依照无量寿经教诲，深信切愿，老老实实念佛，人的一生都往生不退成佛。阿弥陀佛。啊，感恩我们法师诸位同修啊，今天就汇报到此地，阿弥陀佛。